泄了，很泄了。好，你拿上来之后就可以了。斜一点点。以你好拔剑的姿势。王哥。
有一个空。这样。然后他说完了，上一袋子，我下面一袋子。好了。来，我们来试一个来。他过来的时候，我们直接给了。好，他试一个。他过来，你就说这个就行了。最后阿丹，看，阿丹帮我过一下。阿丹，不需要你。啊，来了。对，他往上一抬手。进了，我操！感觉有一个进入。他不是进入，他一弄完就直接就进了。然后他说完那一句话，这边一抬手，直接就讲，就跳进去了，就看不懂。好，来，这门能关吗？来，我们来试一个，来，带不到，两倍，一倍，倒了，不是没关。你关，把手。他是直接倒地的。接收，对。来，试一个，一倍，来，一二三，中。好了，来继续。
太多了。行，好了，请你续一点点烟来。续一点点啊。啊，其实差不多，不要续了，不要续了，来，来，来。不能弄也可以，看吧，这样，弄，弄，预备，走开，预备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，啊，OK，来，带手刀来。来，好了，哎，继续演，继续演。把剑给我。剑给你。出来了。这名字跟你的绝配。唐光君，我没有见面。不，这是前面的，不要。这是前面了，对一下这个、我在你后面有各种黑乎乎生存生存，我拦着，我来一个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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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有一个一翻手，你这边就你就可以说了，他就准备要进攻你了。那他那得稍微等会儿吧，我才能。预备，走开！预备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哪里都有，那虫子是跟着人走的，追杀，前几天没有了，控下出去，吃饭吧，先别动，先别动，先走开，先走开，他们回头看看，可以可以，他叫完没前辈，他会看看那边了，看那边了，叫人去看。好了，这帮小孩你必须照顾。所以燕姐是飞过来，你们先看，看完之后。三二一，开始。看到。不行。来，走。对的，回头一点，不能叫喂。来，走。走。看这儿，看这儿，看这儿，看这儿。
肉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我前面，我前面。嘣！哎，这边还在打。嘣！嘣！嘣！倒地。嘣！又拉回去打。哦，这台机啊。啊，这边也需要。回头看。你回头看。他看你啦，反应走，啊，你再走出去了。这边肯定需要我。刚再来一个，这边位置不好，他过头翻，他就。来来，站过来，快！老总，老总，老总，位置不好。他上，他上。卷波澜。对，这个你介绍的碰正看到了，他碰正看到了。啊，过了前一会儿，发现有点儿，他往里挪一点。这是我极限了。好。还是坚持起来吧。好。反正啊一下，应该那边动，然后拉回来。对对对。对你的啊，有点起不来，起不行了。定住。等他来扶是吧？你看。然后你还是要继续要起啊。啊。僵硬状。现在变化头往，差不多就是可能是头转。这个下滑的应该。假看。要对假看。假看。你看一下这个感觉像。看舒服的感觉，看这个。可以啊。不一个看在上面。我每次都看到啊，这个，再看一个舒服的位置，这里是随便 ，OK 吧？哦，带关系的是吧？那就看这里就好了。对，大概看哪个方向？然后往这个方向，这个地方看过去就是龙王。然后对，透过来稍微有一点点，是有一点地方，就一点点，不用太多。不舒服就翻过去看。但是动作小就行。啊，动作小就行，就等于这个动作是不会牵扯到你伤口的，慢慢翻过去看都没事。OK， 好来，把头发的掐都弄掉了，补一下妆了。来这边准备放烟。看见的同学，看见，看见啊，好的，谢谢。那灯呢？这左拍到位了。哎，那个人注意啊，好。哎，行不行，王刚？来，烟大吗？那个什么那个位置？啊？虚的，来吧。可以，好来准备，不动了，来。来喽，来喽，还有个人呢。哎，好，没事。好的，来，来，滚喽，来喽，好，进，来喽，走，给我来预备，开始。对，来回跑。慢慢演，一分钟。好，再来一个。好，来，来，外面烟给虚着一点点，来快。加油。有，好了。哎，他们那个还没到，
我想掉入外面去了。对，我要站起来了。啊，站起来，你站起来。我再摇一摇。好，我们整个再顺一下。好，来整个再顺一次，预备。来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应该就是看见蓝忘机那边，你还想起来？哎呀。然后你蓝忘机走过来，扶他一下。而且这个人十有八九最后一举赢我们这场赤峰争死赢的那个人，而且这个人知道了金光瑶不少见不得人的事情，而且还恨他入骨。你说带回云深不知处了，你大哥知道了怎么办啊？已经发现了。你坐上的位置是？其实看肚子跟看手是分开两个阶段。看肚子是确认他真的没事，手其实是你一早就已经发现了，等于你在给他换衣服什么的，这已经知道了，这个话题结束了，这个伤看完了，然后你再重新看完就可以慢慢放回去，然后对，所以突然抓着手再看，对，然后转移话题的那种感觉的，其实是拿起来看，撩开其实是给他自己看，你问他这个伤是怎么来的，其实是这么回事吗？是吧？好，不好洗的话，这个全景的重复像我现在一半啊，对，一半开始。今天我肯定洗，等一下看你洗的时候你起，我就借这个，所以你做到差不多能起的极限。能起的位置，其实我可以洗。啊，对。现在我都不会像这种，然后我们大机现在这里是一个嘛。所以前面他开玩笑转到这把剑，是吧？对，那个被子先，是不是？被子先直接等一下。好了，准备。好了，是来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
走这边，走走这边。好。好，来，快，来，准备。别说了，别再说。好了，烟够了，撤掉。行了。来，小凤注意一下，来来来，开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个风能不能？啊！我外面就别说话了啊！对不起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别再影响啊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啊，来，来，给我一点，给我一点点鱼线就行了，来。哦，来。这里拉一个，我说金光瑶。好，好。来，帮帮忙，接这个鱼。小动吗，兄弟？OK。行了，哥，剧本，谢谢。啊，好了，准备。我现在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莫玄宇，是因为纠缠金夫人而被赶出金银潭的。只怕他也是知道了金光瑶的什么秘辛。想要告诉秦苏，却被金光勇先下手一枪。为何这么做？不知道。但是我敢肯定的是，莫玄宇，莫玄宇知道这件秘辛和写信的肯定是同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十有八九就是一直引我们要追查赤峰军死因的那个人。而且这个人知道了金光耀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，还恨他入骨。你说，这个人会不会是金光耀以前的情人呀？应该是恨。全是嘴唇的肌肉，是的。
追查赤峰尊死因，追查、oh、追查赤峰尊死因的人，追查赤峰尊，追查赤峰尊死因啊，追查赤峰尊死因，追查追查赤峰尊死因的人，追查，而且这个人往后捋，往后捋，捋完了把那个对边防器卷了，把脏东西卷在里面。进步的人的事情，不想进步。好，行了，差不多了，来快，来撤，来。还是从拿剑这个点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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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所见这里是禁室，是你把我带回云深不知处了，万一你大哥发现了怎么办啊？已经发现了。OK。哎 ，OK。先走一个。先走一个。好，我走啊。现在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相信莫非，是因为纠缠真会让人胆战心惊。只怕他也是知道金光瑶的诚意，心想要换取情愫。谁知道被金光瑶先下手为强，先下手为强。不知道，但是我敢肯定，莫非你知道那件衣裳肯定会是。为什么？你说，这个人会不会是金光瑶以前的？没事的，安静。我也是这好了，你这个人现在传到我们以后，我们等一下把地图导向都传到出来。来，看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再往里来。我也打不住，把那地方一摇。好了，张总。他们在外面等，我先在外面。我给你们时间整理。大哥，盐水。把船往外拉点吧。来，快快快，我让你拿那个剑呢。你拿他手上有。不是这个，那是十六年前你第一次有点不太舒服的时候。这边呢？稍等一下。你看见没？没事，大家都小点声了，都什么鸡巴毛病啊？来。前进。会不会是？预备，开始。腹部的伤，伤，没事。首先这就行了。好，那个手拿高一点。
把手稍微高一点点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这里什么？好，右边啊，右手啊。这样行吗？好，一会儿我让他拿。好，来。我就算别动了。好，从头往里面点啊，来，行吗？好夸张吧？来，脚下别动。不动，不动，行了。拿掉。哦，等一下。啊，华哥，带棍了。啊，你放啊。带棍跟棍。带没带？盯住了，那我就拿我吧。带棍拿个啥？哎，你先拿走啊，我用啥呀？他再给他一下。哦。好，行吗？行，在这碍事。我说现在可以。好，先来准备，来。安静，安静。你别从手啊。哎。肚子上。伤。没事。此时就留下。如何解？但是我知道莫玄宇最后一个敌人是谁。只要这个人死了，宇宙自然也就解了。谢谢光耀。我现在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莫玄宇。是因为纠缠金夫人而被赶下的金灵台，但是我敢肯定，莫玄宇知道的秘辛和写信的是同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十有八九就是一直引我们调查，就是一直引我们追查赤峰尊死因的那个人。我看。这个人知道了金光瑶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，还恨他厉害。你说，这个人会不会是金光瑶的情人啊？因爱生恨。你的姐。好好，现在会不会是他的情人？好，你是情况的女人。好好，可以来准备，不动了，不动了，来，这个才要明显一点，再明显的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你说那个人会不会是金光瑶的情人啊？因爱生恨。封建了吗？这里是禁室。你把我带回云深不知处了，你要是被你大哥发现了怎么办啊？已经发现了。行 ，OK。行 ，OK。来，那个箱子递来。好。停下来，先把那个箱拍了呗。好。来，箱子过来。好，箱子您请。进来，来。来，那个可以把这箱子递了，小燕。
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了。来来，看看啊。走，慢慢走开。来。过了啊。用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赤峰尊的直接死因，它主要连在一起。赤峰尊的直接死因，我们把这个对，刚刚我就感觉我转早了，转早了，就这个层次就不对了。赤峰尊的直接死因，赤峰尊的直接死因，但蓝宗主，但蓝宗主，但蓝宗主，哇，但蓝宗主，但蓝宗主，一步觉得有些太巧了。刀灵作祟，说的内容就是刀灵作祟，是云奇，这里就没有写信，背后还有其他诱因。谢谢您，那么请蓝宗主。那么是蓝宗主，蓝宗看。你的那个蓝宗主，其实你是看他们两个吵起来的，对对对对对。而不是去叫蓝宗主，
对，就是其实你跟蓝粽子的情况其实是小凶一下，别吵了，没事，别再说了。你认为你自己没有错呀？难道我就不能再走啊？是的，蓝粽子，不走，不等。周务君，麻烦了。是我让忘记带你。在事情没有查清之前，就先请魏公子屈尊在这里住下。有我在，好，蒙累，蒙累，上一个人住。那么敢问周务君，是封尊的师生？刀灵作祟是原因其一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？背后还有其他诱因。诱因是什么？情形。你知不知道这个清心玄音是王亲手造的？那蓝宗主，请先听接下来的多久？而不是蓝宗主。蓝宗主。再缓一下。蓝宗主。意识到自己有点过了，脾气吓到孩子们，你再好了，会不会别担心，别这样子。我意思是，先啊，好嘞，是风尊的师生，刚刚也是是风尊的直接死。他还有好来，前面的人让让，大家爷，麦松掉了，看，蜜蜂掉了，黄金老师，聂宗主，四对啊，聂宗主，看这眼，哇，掉机场，麦掉机场 ，OK， 好来，先看几个位置，不用先拿走，来，第一个进来的，来，好，稍微这边一点点，好，第一个进来的位置啊，好，一博这边，来，感谢总裁，我下去一会儿。我也派了可以信任的人。那金光阳的反应。好，一来反观上看我。对了，还是等他说完可以派，可以派现任的参谋以后再上。下这个时间不是在台上。等下后面小心点。那金光阳的反应。天一武说：“来，好，一来海宽转身，好，三人的位置。”他说：“一定不会，不会离死。”现在是自己。好，这个落户可不可以？干出生理反应来了。可以的，前面太阻碍了，第一张轮椅。再看一下那个肖战那个上位，多谢多宗主之后的，多谢蓝宗主之后上位那个。我说金冠的反应是吧？不，是那个多谢蓝宗主，对，完了往前上。
多谢蓝宗主给魏某一个机会，但是说真的，头我是真的亲人所见，会挡吗？怎么办？啊，这样可以。那我稍微少走一步呢？没有，现在可以多走了。对，没事，就这里就行了。对，聊。现在可以走过去。对，可以，可以。还有胖胖多。是我真的头颅。好，行吧。来，来呗。先中了。小猫，看小猫。我非常亲人所见。而且我也在那些其他的人，不知道能不能算出什么。快坐，没事，但是等我下山的时候。后面的挡死不放烟也没关系，是吧，小猫？别放，稍微放一点啊。我动一下出来了，快一点吧。时间到了，飞机可能在了。外边，对，外面还在继续。好，谢谢。360度，可以啊。好，到了，到了，直接走回来吧，好吧？好了，看。后面烟行不行呢？可以，烟是大，不是大，是不是？烟小点。再吹。好。好嘞，准备。OK。王军，你又是如何断定？来，好，马上走。加油！来，准备。哎。肉。我操！备，开始。来，啊，这个，哎，今天看我，是这儿吗？这里边，哎，你往后退点，我当地过去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可以。现在没了。好，是。好。摇臂来，摇臂。好，摇臂。金光阳在我身后。啊，对，我也骗他，骗你。来，那边都听到了。条件反射，自卫性的，然后杀死了金光阳。其实金光阳没有动，但是另外。哦，这是什么人？来，我外面。三宝，超级三宝。进不来是吧？里面他是最后的。记住了，跟他一起。外面出来了。哎，这边帮忙把腿收下了。可我觉得，这段听起来并不稳。虽然不稳，的确不稳。但一定能进去。OK。好难站哦。好难站。没事。好难站哦。就是说我可以。可以接了，这可以接了哈。OK。不是我错了，是金光阳错了。所以那段闪不是你的。你就想到在他在金光阳在弹曲子的时候有一个奇怪的眼神，然后联想到这些。哎，真的，你这个笛子能吹出来吗？吹不出来，堵死了。假的。Oh my shit！ 一个坐，两个站。你是不是知道这个箱只能吹这个？真的那么难洗？那金光阳为什么要点名学这个，而不学其他的？虽难洗，但效果极佳。极佳，此曲确实叫酸。刚刚魏公子不是也吹错了一段吗？我刚才吹错了。这句呢？有一段错了。是。错了。不应？难道不应？没错，是错了。到底是错了呢，还是没错呢？不是我错了，而是金光瑶错了。共情的时候，他确确实实是弹的这一段。我可以保证，我是一句不错，一句不错，一句不错的重复了一遍。
我可以保证，我是一句不错的重复了你。这没可能。的确没可能。灭方尊聪明如斯，记忆力超群，怎么会记错曲调？多半是故意。我再吹一次，还请二位。来，我们再试一遍。来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先坐了，来，这个，对，过来了。往左过一点哈，他是得给我往左。OK， 好，在这一块就整体往对，往左，再走。好，这里行了。好，来试一遍啊，来准备。是金光瑶错了，在共情的时候，他确确实实是弹的这一段。我可以保证，我是一句不错的重复了一遍。掉了鸡，那记得起鸭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冷啊！昨天想喝星巴克，想吃观演街，想吃小龙卡，想吃寿司，想吃日料，想吃拉面。我给你推荐一个拌面，到时候发你。好，我是说。方便的那种，对，方便拌面，我就说你们台湾的，对，叫葱油拌面，葱油拌面。好，来，再来一个人点那个后面甲石这个位置，打一点烟，来，快，要不然一会儿后面又没烟了。我见着你眼睛搁这儿了。王老师，你把那个气放，哎，放后面去。孙明，你起码你不过去，你看，没人，你不过去。啊，行，来，那就行了。来，住，赶紧一会儿先来，你过来，好好的。走啊！等一下啊！来，所有人别动。走点啊！来，不动。走。预备，开始。这首曲子是否是蓝宗主、萧府金光瑶的一首？
是金光瑶点名要学这一首。那既然这一首如此的难习，那金光瑶为什么还要学这一首，而不挑其他异习？因为我跟他说过，清新虽难习，但效果自在。此曲确实是我错了，是金光瑶错了。在共情的时候，他确确实实是弹着这一段。我可以保证，我刚刚是一句不差的重复了一遍。好，听着啊，我们从这个上面再来讲。上回回来了，不上地面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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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段吹笛这一部分啊，哇哦，下了。好，你们两位仔细听我刚吹错的那一段。侮辱我的美。短的。哇，我跟你说 ，sorry， 我跟你说，反正你这么皮的话，进不了云深不知处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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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耶！来了，
I Was You 那么老的歌，2003年的歌，2003年的歌，我还买了张专辑《月高飞》。哇，真的就好好看。摔下来了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就是滑板那个，滑板那个，太好看了。还有该死的爱心，那个时候简直了，哇，一个精灵就是。对啊，那种红色小物件。
好，走给我。OK， 好，我们是从刚刚相遇，把包括海关走出去，再走回来，都在这个位置了。上部往上，对，我们现在看一个上的位置。多谢来自东主。是。对。带上照到这里行吗，老哥？回去我把两天口罩包裹上，就挡上这边的光了。好，来接个相遇啊！海宽是从这边进来的，对对对，来，这边进来，对的，来，对。走过去，麻烦了，十五人往前。哎，你等一下，那个鱼线要不要低点儿，别人拉风。这边拉也行啊，你反。司务局，麻烦了。是我让忘记给你带回来，在事情查清之前。但是，说怎么？毛有病，对，毛有病。在这里。下来那么多了，没事。不穿，我换一下。在事情没有查清之前。就先请刘总去。只要有我在，上面全部都出来。然后我就出话，对，然后出完回来还上这儿。好，海宽伪军，有我在，他们还不敢上云深，对吧？师生，何中，师峰尊，师峰尊的师生，哎，中吧，来，余烟飘上。我就啊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上云深。好，稍等啊，余烟进来，来，烟起了吗？赤峰尊，对，炼方尊。好了，小一点点啊，扇走一部分。好，来，来，落，预备，开始。只要有我在，他们还不敢向云深不知出头吧？司务局，那么敢问，赤峰尊的尸身在哪？大哥的尸身，各师家已经看过了。眼下正由怀桑院保管，我也派了可相信的人前去看过了。那秦光瑶的反应，啊，对不起，我忘了。天衣无缝。啊，这个。又不对对，对一点点上就行，你先小点也行。对，先给我反应。好，行吧。对，应该从肖战这上啊。那进来，安静，安静，别扯皮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漏，预，对了，预备，开始。金光瑶的反应，天衣无缝。不是吧？肯定是这个。刚才那肯定电视，你俩跟我走，打点子吧，没法弄啊，是吧？你非要强换啊？全修了。哎，修修修。其实从修厂以后开始换的。啊，这个是一个修。哎。社府建美人，你自己用着。My father was a drinker and a thief. 给我。Why so serious? 点点点。
就是他那个当警察的那个，那个造型，然后啊，射杀总统那个，啊，他就是跟着队员，然后混进去当警察射杀总统。啊，我还问说他监狱里还有个那个护士，小丑那个超帅，在监狱里那个也超帅，鼓掌。稍等一下，那个酒被三幺五给查了。哦，那发型一样一样。外套一脱。坐那，然后你后面站着垫一下。Oh my god！ 原来这个石头是个垫子。Don't stop, baby, don't stop。只是他，对，就把你拿走那会儿。Don't stop。是那个，因为没有提示他怎么带回来的。下一个，对，你如果哎，那你如果拍了剧场，你确定你走了吗？不，因为下一场。太快了。现在中不中？现在。动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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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差不多了，给我关了。别动，别动。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，这个谁？哈哈哈哈哈！进不去吧？好粗啊，机器。进不去吧？机器好粗。我。没有，我说鸡胸嘛，我不能叫鸡胸啊，哦，那叫鸡鸡啊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年纪大了之后啊，耳朵就容易出现幻听。哎，他不相信你94年的怎么办？嗯，证明一下你自己。不相信，没有人相信。这组没有人。哎，你就开始相信我97年吗？因为我长得也挺老的。没有啊，你就是97年的脸啊。不，我要现在装吗？没有呀，我是没见过你现在装。但是，就是之前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不像97了。还好吧，就最多可能95、95左右。但九，其实你也不像91，你像95。你长得真的，真的，这是实话，这是真的。那你确实，我对。我还在想，我30的时候会不会显得不，应该是一模一样。这样我说，对，这样我说，这应该该高兴的，还是应该高兴的。就是我一样啊，就是说现在就是，你看一下我，他现在就要30了呗。这边可以。大哥，我觉得 OK 啊。我也觉得可以的。大哥，你现在看起来最多29。没有，你最多跟我一样大，就91了。对，90或98。谁说的呀？但94真。94真的，哇 ！Oh my god！ 惊了！第一次看我的这，我第哎，他第一次加我微信的时候，然后我还跟他发歌，我说你早点睡。哥，他说我觉得我好像比你小。来准备，你知道那个？哎 ，no。好了，预备，开始，进。啊，一包不点的，稍微多给这边一点点。你干嘛？好了，准备。后面别动人，来。别动了，来后面别动。来，往前靠一点。OK， 谢谢。我俩 OK， 可以了。好，来，别动了。来喽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
来，我补一个，旁边补一个，快来，来，动手来，这两位动手，动手，来，动手，快了，来，开门刀，练练来了，练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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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练好，那个标换上来了。把那个线往后拉。好，行，拉一准备，来弄。不动了。右脸是引头放的。右脸头发弄下。贴脸上是吧？来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来。好，已经好了，你走开。来，好来，不动了，来弄。谁在说呀？开始。OK， 跳舞。下一场，拜拜，拜拜，辛苦，明天见。明天，哎，明天不见。好的，明天见，明儿见，一生见。哎，辛苦了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嗯，快准备捞尾这桌的水了，能弄俩？捞。这男的不在。他是靠近一点点，哎，洛普看一下，洛普来，二，梁老师，看一个洛普，再看一下这个洛普的位置。我会在这叫住他。好，然后对你上来有没有？我说话，然后你再上。好，朱丽，朱丽，你放点烟。好，太近了。这里可以吗？能，海快烧嘴点，海快烧嘴点。对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给你大概这个位置。好，没问题。敢多去两个人放心啊，朱丽太大了，就这里没，知道吗？后面这里，哎，防爆。魏公子可能会觉得奇怪，家主夫人为何不随着家主去寒室呢？魏公子可能知道，我父亲在世时长病闭关，不闻世事，姑苏兰氏的事情几乎都是由我叔父一人打理的。这个我知道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跳到25，跳到25场。25呢，就是闪回之前那个小孩子过去那个楼梯的，啊，楼梯那个位置的。OK， 但所以也是朝着屋子这边，也是朝着屋子这边坐，看着那个方向啊，就等近视下面那个楼梯。我其实一圈过去。但是啊，什么？我其实可现在事情轮到我自己的头上，现在事情轮到我的头上。我才知道，原来下一个做一个下一个这决定并不是那么下一个决心吧，下一个决心并不是那么，并不是那么容易，是决心还是决定？这个决定是不是在想，就是不是在想，我烟没了。我我怎么感觉我是，我好像也要感觉。直接点一块，直接点一块，然后给那地方。等别人点进来就过来，就过来了。等别人就不用动。好，稍微稍微，稍微那个眼起来就过了，一个不动，一个不动，就到放下去了。嗯，进来了。来了来了。高远，绝了绝了。
好，现在响，好了，准备。可他还是回来。好，停。来，开始。那时候还太小。再来，等一下。收了吗？收了。等一下。中吧，我今天是卡到我们两个字儿。啊？我看一下。跟房子着了一样。不要再当钱了，快点。我。不要再当钱了，就没事。哇，别在灯前面，去灯后边。下雨了。你包上了。啊？够不着啊。我。哦。没有，咋了？问过他。他不愿意说。忘记这人了。如果不说，来，都过来。好，我帮他弄一下。好，再来一遍啊！啊？有点挡开了，一个蛋喊的位置。再煮一点这个。这蛋好吃哦，我觉得。他刘海真的比这边要多。好，不收的话就平均。来，放上去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没听见喊他的时候在。好，好了，谢谢。那个，趁着蓝湛不在，有些事情想向您请教一下。蓝湛身上的戒备痕。我问过他，但是他不愿意说，我只好来问了。我这边啊，中午刚完成，怕是这辈子都想收手的时候。还是我告诉你吧，魏公子，你还记得穷奇道以前是秘密。回来点儿来。来，你看啊。我等下来点儿，要给他们收拾。
好，海帆，我们两个人当时我这边来的。干什么？啊？老板，老板。我们老杨。这边，继续这边。多一点点，再往后一点。这边比较脏，这边比较干净。这边。这边的，可以。这边。推过来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投投投，洗手好。怎么了？推过来。他的心中的痛苦和迷茫就和当年他看到母亲一样。来 ，low， 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他在我这儿呢。海静是吧？啊？相互取暖。好，来把酒给小志，来这是吧？一会儿拎起来以后就给。王哥，来，怎么了？对，正好。OK。开始。八、十、三、好、六。哈哈。把它回到错了。好，来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来，换水。来，后面小鱼儿再飘起来点啊。多哈。是，是我。换水。换水。说放你。好 ，OK， 好，小志，好听。哎，脑子秀逗了，来，好吧。好，没有。那个，对，就看他俩知道。好，来，好，守到这个位置，来。好。再看罗浮。再看罗浮。我快往这。我左一点点。我上面。小志左边一点点。五。左。不用眼睛嘛，往这边一点。十。五。看你调整方向啊，双眼有这个平吗？十五。哎呦，可以吗？没有。啊，那你先吧。没有。十五。五。五。十。十五。五。十五。哈哈哈哈哈！知道你的，来，小声后退。十，十，我知道你要干嘛了，你就叫我喊十五，烦死了。往那黑白蹭吗？先滑，然后赢到指方向，但你头要往那边，要往那边，你沿着我反方向。没有，十，你喊啊！来来来，五，十五，十，五，十。哎哦，对对对，秀多现在脑子已经来在五，我先啊，你先你先你先五十五十五让我十五十十十五五十